这是什么？一个 notebook 嘛，有没有？那我们现在要怎么去建一个 notes？ 我们建第一个 notes 就直接点这个。来，你可以用三角形看一下，来点一下三角形。你可以做什么？哦，三个字 ，new note。你有几个选项？就是建立一个 notes， 然后 new ink note。这个什么 ink note 是什么？用默写。然后 audio note 是什么意思？用讲话的。用讲话的。这叫录音。好 ，Webcam Notes 什么意思？我用过，是不是照电照相的？你那个像那个电脑上有没有摄影镜头？应该会有啊。有啊，都是。那手机上有没有？手机上应该一定有。绝对有啊，所以你就可以用啊。还有 Screenshot 是什么？哦，是不是是 Freeze 那一种的 ？Freeze 是什么意思啊？就把那个本来一个影片那个，然后 Freeze 它的镜头。然后我们问一下苏喜。这个 screenshot 是什么意思？你有没有听过？Michi 有没有听过？上我之前上过，我应该知道。在 video 在照片上把它 print screen 那个 print screen 就把它 freeze 那个。对，我们之前有学过怎么样把画面上东西用快照，这叫一个快照 screenshot 的意思，就是你把比如说你上网，啊，在电脑上看到一样东西，你把那个画面冻结住。照就是马上就把它照起来，就一个一个画面一直在动动，你就 freeze 什么部分，它就冻结那个部分。所以我们在电脑上的 Evernote 可以做很多，你回去你的手机上看，有些东西它不能做。嗯，电脑比较完整。好，那我们先来练习第一个叫做什么 ？To do list。嗯，好吧，来我们点一下 new note。new note。然后你在这边点进去，好，你点一下 title， title 就可以写名字了哈，要写什么 to do list， 不是，我们现在给他一个 traveling 的任务，我们要做什么？我们要做一个代办清单嘛，对不对？对，我们现在的目标是要什么？去做Mexico cruise， 对啊，那你就打一个 Mexico cruise，哦，这就是你的弄嘛，哦 okay，然后底下是 to do list， 这样了解我意思吗？你就打一个标题，标题是什么？ Mexico cruise， OK。哦，这就是想要去玩的那个代办的。对，然后你再打点这个打勾。OK。为什么你的画面没有出来？对啊，它没有完整啊。哦，来，我帮你看一下。他的画面怎么明明都还是 space， 他为什么就？清单什么？就是我们要代办的事项，点这一个，会吧？好，点了以后那要写，接着要打字，好。好，那现在要打什么？那我们来想想看，我们要去旅行的话，我们要做什么工作？有什么东西要代办要处理？来 ，Michi 帮我们想想看。Passport。Money。Passport money。还有。Clothes。我们要带衣服，我们要带什么药啊？什么药啊？什么的？那个我在看，就是我们在做一个计划啊。对啊。啊，做一个计划要去玩，所以我们有几个工作要做。第一个，我们肯定要去收集资讯。对对对。有没有？对。Data collect 嘛，对不对 ？Data。因为它是用英文的。嗯。那我现在就在这里打。好，第一个是我们。要做 data collecting， 就是我们要去找资料。当然，这个只是一个范本、范例，就是我们来做一下，用 Evernote 来解决。第二个嘞，第二个要干嘛 ？Data collecting。data collecting 之后怎么样？你要带的东西呀，你穿的衣服、鞋子啊。My ticket。Ticket 啊 ，My。No， data collecting 完之后，我们可能要 draft 一个 plan。对，要一个什么时候要去？要草拟一个计划，中文叫草拟计划，就 draft 一个 plan。draft 呀 ，draft。draft 吧。draft。ft。ft 有那么小？看起来很像。draft a plan 是什么意思？就是说我们要去草做一个计划，草稿一个计划，对不对？嗯。然后第三个我们要做什么？带的东西啊，一个 money， 一个 passport，
我们要去 find out the travel agent 啊。嗯、要找到一个人帮我们要去买票，或是你要去找 website 去订这个船票嘛。对对。有没有？对。那可能之前我们以前的习惯，可能要去找一个人给你一个 quotation 啊。嗯哼，看多少钱。对不对？所以要有一个报价嘛。报价。你说你 去哪里玩？像我们去买机票，你是不是以前是不是打到旅行社，这一家报那一家报，最后再决定要做哪一家，对不对？所以我们是要 get a quote。quotation 是不是要找到一个，然后再来就是我们的，然后要是不是要做一个 budget？ 对。Budget plan 准备的多少？有没有 budget？ 还有多少天日期？当然对那个 Grace 来讲，他可能 unlimited 啦、嗯，所以他不需要做 budget，、嗯、因为对不对？因为都要你土豪金有没有？土豪金，嗯。做完 budget 之后呢，你就那个你的 schedule， 对对，可能就要 set 到了 schedule 了。什么时候到什么时候？五月去，几月去啊？set 到 schedule 之后呢，你要带的东西，你准备要带多少衣服？对，你要去准备、嗯、啊，就是准备你要带的东西，比如说打包行李啊什么，懂吗、啊？然后准备那一天要去上船，啊，好，来，我们请，那这个东西我们用这个代办清单，我们就可以给自己一个。list 这个 list 去看，哦，我们如果有一个这个顺序的话，那我们是不是给自己一个想法？假设我们的 schedule 是在四月，嗯，四月初好了，那现在二月初嘛，两个月嘛，所以你的 schedule 出来的时候，在那个之前，你是不是有一个大概的 plan？ 你要去找资料，所以你这些事情是不是要去做？嗯、有没有？嗯、啊？那有些人可能要先去存钱，跟老公老婆请假，有没有？就是有些事情你要去做，所以来我们请 Grace 来帮我们用这个技巧，就是你先不要打勾，先打勾拿掉，打勾代表完成嘛。哦、然后打第一个。第一个就是二一啊，现在就直接打一啊。对，一就打一，然后什么？然后就 space data collecting， data collecting， 我要想在这里装比较出问题比较人可以问回去，等一下装出问题。好，我们已经把 to do list 已经打好了。各位，我们现在用一个技巧叫做代办清单。这个清单是用它编辑提供给我们一个小方格。嗯，好。哦，那个还没弄起来就是代办。我们在好了就帮它勾起来。假设我们随着时间。过去慢慢慢慢，每次回来看的时候，发现某一件事情已经处理完，代办清单或是采购清单，当你做完，是不是要把它做一个注记，对不对？对对。怎么做注记？比如说，假设我们已经做好一个，第三个勾一下，你就在方格地方打个勾，点一下。做好的就点一下。点一下，一下，对，再点一下。他就拿掉了，对，有没有？对，所以你点一下之后，这代表这件事情完成。点一下，好，如果点一下代表完成，或是你觉得说，哎，这样工作已经不再重要，或者不需要在清单上，你是不是要怎么样把它拿掉？嗯、怎么 delete？ 就 delete 那个地方 delete。Left click， 不晓得。哦，用 right click 的，对不对？ right click。backspace 回去，对不对？ backspace 回去，但是我不建议这样做。嗯。我会建议各位用你在检查清单的时候，曾经你列过的东西，你应该会这样子。看，我用蜡笔啊。嗯。如果这样工作我已经做完，我 close 掉。我把它画一个 line， 对对，这样比较好，这样还看得到。就表示我做完了，做完拿去，而且完成了 complete， 知道，而且知道你完成了什么可以看。对，那这个技巧就是我们在，对啊，比如说去买东西的时候，划掉一样，划掉一样东西，表示完成。那怎么做？我们所以你就明明都已经会做，但不会做了。
这边有一个小技巧，叫各位可以看到这个中文字的干，有没有看到？哦，已经做完了。这是什么？哦，它有个 line 在中间的哈。哦。这是干吗？不知道。啊？它就是画中间。英文老师，这个是什么符号 ？T的。T， 然后上中间画一条。对 ，T 这边一个，不要被我骗。所以我们选这个符号。啊，选了就可以来。嗯，我们先把它 highlight 起来。对 ，highlight， 好好好。哎，我 highlight 怎么弄啊？我这个没有那个 mouse， 我就不会 highlight 是怎么样？要用左键右键还是什么东西？那请你回去上我们基础班。没有，我那一个那个有没有 mouse 可以借我一下 mouse 借我一下？不用了，用滑鼠，你那个触控板就可以了。我就在那不会用，我每次都按左下那个。这个就是你的滑鼠，我知道啊，但是我就在那。你就按着它，哎，明白？先点过来。哦 ，OK， 好好好。先点过来，对不对？按下去就。好好好。把它 highlight， 然后你去点这个工具。点这个，好，工具好。好，可以了。哦。我跟你讲，我就是在左右还是搞不清，哎，对，可以了，好好，这样我知道。啊，所以你这样子是不是就做完这样工作？做一样，而且知道是做了什么东西。既然你这个基础都还给我了，哎，我拿个帽子来，我就回来了。那当然，这个工作有没有完成？没有完成嘛，嗯、只是我们做一个范例啊。对，啊，范例啊。嗯哼，这样了解我意思吗？好，那也就是说这个是一个清单。那我们如果。我们要离开，你可以叫它存档，它不是真的存档，它叫 sync， 把 sync 一下，然后关掉。然后我们把等它 sync 完成之后 ，synchronization complete 有没有？关掉它。好，关掉它。下次我们在。比如说手机上、平板或是电脑在打开的时候，我们会去看一下我们的之前做的东西怎么进去看，怎么进去看 ？Evernote。对 ，Evernote。就 click 那个嘛 ，Double click。怎么样？所以你可以看得到，在你的左边有几个笔记本，然后这边是有一个 To Do List 的。好，我们来再来。看一下，这个是 2.1 traveling 其中一个 note， 对 ，Mexico， 这个是 notebook 有没有？嗯哼，要了解我意思吗？嗯、那假设我们要做一个提醒的功能、嗯、，reminding 是什么意思？reminding 是什么意思？就是我们希望到时间他要提醒我们。嗯哼，那怎么做？所以我们就用这个工具，叫做 reminder， 有没有？点一下 reminder。先放旁边，来，快。我手都酸了。哎呦！我们电脑秀的了。好，那我们顺便来讲一下，就是。我们当完成一个笔记或是一个 idea 的时候，或是我们出去做一些事情，比如说我们刚刚讲看到一个音乐会的海报，有没有？我们希望去参加这个音乐会或是一个 seminar， 它是不是有时间有地点？那最简单的方式，像我就是拿照相机起来把它照起来，把那个海报照起来，照起来之后。为了确定说我不会 miss 到这个 event 的话，我就用一个 remind 的功能，比如说在前一天就提醒我，哦，有一个活动，那我就赶快到我的 Evernote 去看，哦，隔天有音乐会，懂我意思吗？这样你就不会 遗忘。那我们来练习一下 reminder 是什么？这中文怎么讲？提醒。提醒？提醒什么？你的 date 啦，你的事件啦。所以你要就好像闹钟一样，你要去设定一个。时间、啊，他来提醒你，谁来提醒你 ？Evernote。Evernote 来提醒你，对。那我们就来设定一下 ，add a date。OK。那这个 add a date， 我们是不是可以设定一个日期？嗯哼哼。啊。Within a week， 他可以说一个礼拜提醒你。对，明天或一个礼拜。好，比如说我们是一个礼拜，下礼拜二来提醒一下。对呀，下礼拜。他有没有
它已经 remind 的时间是什么时候？我们再点进来看一下。好 ，change day。好，现在设定的是二月几号？十号几点钟？嗯，滑鼠移开一下。好。八点，早上八点，有没有？所以你可不可以调整？比如说我们要下午两点半。两、啊嗯、点半。两点半啊，点到中间，点到中间了，哦，中间了，哦，这样子啊，点到中间，对，那要三点，那不行，分要再一次，等一下，哎，哦，这样不对了啦，我这个怎么搞的？你就三点啊？没有啦，我刚刚弄错了。上面减小，减小嘛，我现在是减小，但是用分钟在减小。好。你已经减到十几分钟。好了，没关系的，我就这样子傻傻的弄到两点半了。没有。哦，又回去。你要进来。好好，我知道。你现在改分钟啊。我知道，我要换一下，到半半我再来。你点上面。我知道。没有没有，上面是增加。我是 OK， 我要用这个地方。然后再点二。哎，再点二。对，我的手可以放下来了吗？可以。酸了。急死人了！Sorry 的，没关系，没关系。所以，我强烈建议规则要回去上我们的基础。好了，我拿根滑鼠来就好了。好，然后 notify me 点一下。好 ，notify me。他到时间，对，然后你就离开就可以了。到时间他就会提示。哎，给提示点，二月十号。啊，下礼拜的时候，你电脑如果或是你手机上有 Evernote 的话，它就两点半，我们可能都还没有到那个，要到三点半好了，因为两点半都还没开始上课。哎，可以今天和试试看啊。好，那你就今天的月子，三号，可以什么四点半啊？我不应该用这个。我知道啦，但我想要试用这个看看。那就马上可以看到。现在几点？现在四点是不是？我们再稍微你快点，那个三点四嘛。4:45好了。好，4:45，好。好，我们还有十分钟左右。上好了。好了，可以了。好，点 remind me 这样就可以了。remind me 好。notify me 好。好，然后我们就回去。好。你这个时钟，哎，我的时钟现在是二十几的，哎，已经过了，我应该二十九，没，还没到，我的是二十九，那他为什么二十三呢？你的时钟不对啊，你的电脑时钟不对，我电脑对啊，但是为什么上面会不对哈？你现在 update 的时间是抓你电脑的时间，所以你的电脑时间要，可是下面我时钟对四点半嘞，那为什么上面秀的东西不一样？这个是什么时候 update 的啊？刚刚4:23进来 update 的、啊。哦，我们是不是刚刚做的那个动作是二十几分做？现在4:30嘛。这就是我们对它做一个 remind 的。啊，那 present 呢？ present 就是说我们要去做简报的时候，您点一下，它就会把这个你的笔记做一个画面投射出来。有没有 ？Miss， welcome to presentation mode。有没有？你点一下这个，它会有介绍。Evernote presentation mode let you share your notes in full screen view。有没有看到？为什么还在这种？我是已经动了一下了，但我总还是。Creating， 点这个。Next。Your mouse become a laser pointer。嗯。这是什么意思？就是变成是帽子可以，就像我的指挥棒一样。指挥棒。啊，就可以这样的，好不好？So you can show people what to focus on while you present. 来，再下一个。Zoom in to image to show the more detail without switching apps. 就是说，如果你没有照片或图片的话，就可以直接。哦，它就放大一点。对。好 ，get started.你 Enter 点进去看看下一页。这么快？
page，next page。哦 ，next page。page down，page down。page down 用哪一个是 page down？ 这里这个是键盘。请你回来上我们基础班。没有啦。键盘的操作。page 上面这个。哎，我这样算是 page down 了吗？哦，down，有了。page down，这里找到了，急死人了！给你做，我连这个都没有用过、啊。这个我们 Grace 小姐可能上完我的课，通通还给我了。没有人家用这个 page down 啊，我们我也还给你了，对呀、啊，啊，对呀、啊，你说你键盘在哪里不还会看到吗？没有用过哎。好，请你用滑鼠移过来，指到这边，告诉我们，哎，怎么样？哦，现在知道吗？有没有？哎，他就是、这个。它就是一个科舍了。我知道他不喜欢这个蓝色，那我们可不可以换别的颜色？可以啊。你点一下，它上面有会出现那个颜色，你就可以改一改。嗯、没有秀它那些。哦，没关系，那你就 escape 出来好了。escape OK 好。啊，这个、就是我们 present more， 就是说，当你要做简报的时候，这个我觉得它非常强的，就是你笔记就可以拿出来，直接就可以当投影片用嘛。嗯。啊。而且你上面会加很多。OK， 各位同学，那我们现在继续来做这个。我们已经建好一个 to do list， 有没有 ？to do list， 那我们就开始来工作。第一个工作我们要做什么？收集资料，对不对？嗯、那我们以前收集资料是怎么收集？去找报纸啊。对，找报纸打开看，对不对？嗯然后，如果看到你有兴趣的东西怎么办？剪下来，然后呢？放在一起了，贴起来。对，所以你就拿一个本子，剪贴布把它贴起来，或是有些时候你来不及剪，就报纸上红笔一画，对，有没有打电话啊？对，懂是吧？那是什么？那些都是你收集的资料，那是以前啊，现在怎么做？现在年轻人会这样做吗？不会啊，年轻人怎么会就做这种古勾扎洗台做的事？不可能！现在年轻人怎么做？不会打开报纸吧？他可能不会直接打电话去问那个 travel agent， 他会怎么做？来，上网。上网，对，没错，我们上网做什么？去找资料，有没有？就像我们现在 Grace 给我们示范，他在 Google， 有没有？他很聪明，他知道用 Google 打一个。Mexico Cruise， 他在做什么 ？Keyword search 有没有？对。你要找什么 ？Google 就告诉你，他告诉你那么多，那我们当然不要看这个广告，嗯、因为这个广告点进去，人家要付钱给 Google 嘛，不要害人家往下 page down。Okay. 好，那个我们上礼拜是不是有个同学说不要做 Convert， 还是要做 Princess， 做 Princess 是吧？那我们就点 Princess， 点它。这个是一个什么地方？这是一个网页嘛，一个网站，一个公司，有没有？一个 Princess Cruise 的网页。那我们现在不要忘，我们现在在做什么？收集资料嘛。收集资料以后，我们才有这足够资料去定一个计划出来，定一个旅游计划嘛，或者是做一个比价，或者是做一个讨论嘛，啊，怎么样？所以我们就收集一下这个资料，假设。这边我们来看一下 ，Mexico Cruise 往下看一下，三到五天，有没有七天？三到五天好了。这是八天的，有没有？那我们点一下三到五，我们要去几天？三到五天。三到五的，对 ，OK。点进来是不是？它有不同的行程，有没有？我们就看一看，这是收集资料。有没有哦？他是从什么？哦 ，Los Angeles 到 San Diego， Ensenada 有没有？他说明到 Catalina Island 有没有？反正这个就是你一个。对。那他是不是有那？哦，进去看，就是 detail。我们要到 link 去哈。好，往下看一下。哇，看起来还是不错哦。嗯，对。有没有？看起来不错。所以，那你觉得这个网页？如果有参考价值，那我们是不是三到五天啊？四到五天。把这个网页放到我们的 Evernote 里面。刚刚我们是不是建了一个 Note 叫做 Data Collecting， 就把它放进去，然后再接着到别的网站再看看。把它 link 进去是吧？有两种做法，一个是直接
用我们刚刚的 extension 直接去做剪贴，或是把 link 拿下来。link 拿去比较快。对，那 link 怎么拿去？ link copy 啊。怎么 copy？ 来 ，Grace 问一下。他现在又有压力，要回去上基础班，请你把这个地方按三下。哦，那个地方按三下。三下。为什么要按三下？我不知道。啊、哦，这样就是 copy。为什么要按三下？这样 copy 了。啊？这样 highlight 三。highlight 了。三下，为什么要按三下？一二三，按三下。哎，这第一次听到三下的哈。对，我基础班，这不能怪你啊，因为基础班只按两下。对呀、啊，你那你什么时候三下？啊、你们得练三下嘛，对不对？没有教，对，这真的没有教，因为。我们要把全部的网址，你看那么长，对啊，你也可以不要用按三下，你直接点在这边，对，然后 highlight， 我知道，就刚刚的按下去 highlight， 左，但是按三下就直接 highlight， 那这厉害，这比较好，这比较好，按三下就全部 highlight 哦， highlight 好，然后 copy 完右键嘛，今天有学到这个基础班的技巧，这个是新的，其他的没有新奇，那我们只是没有帽子可以这样。所以我没有怪你啊，叫你回去上基础班，这个是进阶班，OK？ 进阶班，年轻人知道他会不会告诉你？不会。嗯，我刚刚讲按三下，我想到那条老歌 ，Not Three Times 嘛，那个。哦。因为老歌，英文歌。等一下，我们来摄取一下啊！等一下，我们先把这个按三下之后，按右键 copy。按右键。右键怎么？右键，我已经按右键了、啊。点一下，没有出来啊。点一下，怎么没出来、啊？我这边还有啊，有啊。复制 ，copy， 哦，那这个很麻烦了。复制之后回到我们的 Evernote。好，到 Evernote 去。回到我们的 Evernote， 我们是不是 data collecting 里面点这个 note？ 点这个，这个 note。然后你就把刚刚你打个一好了，打个一，打个一，先打个一项资料。然后把它 paste 上来，按右键 paste， 按右键 paste， 或是 Ctrl， 哎，不见了，右键就不见了，什么？哎，右键就不见了，怎么这样子？我明明按右键，怎么？这个右键对不对？对，它自己就不见了。Ctrl V， 有没有 ？Ctrl V 哈 ，OK。好，然后我们再去找第二项，好，有没有这样子一样一样去找？有没有？好。那我们觉得，那帽子还是要拿回来用比较好。我们觉得，比如说要放个图片上去，可不可以放图片？可以啊。或是放档案上去，可不可以 ？Copy 或者 paste 上去了。好，我们来看一下，刚刚我们装的 extension 是不是装好了？假设我们收集资料还有很多东西，假设我们现在第三个，我们去参加一个什么，去访问 travel agent， 那访问 travel agent 的时候。我们甚至可以做什么录音嘛？嗯，有没有？你把这关掉。嗯。啊，我们回来 Evernote。好，假设我们现在。当你这个电脑或是你的手机要有麦克风，你就用这个这个工具开始录音。Test 麦克风在哪边？不知道。好 ，record。好 ，record。好 ，test。我们现在在 Evernote 的笔记里面做录音。OK。好，我现在录了十秒钟，然后按 save。这时候我就把刚刚，当然我们出去的时候都是带你的手机嘛，你不会拿这个大的电脑去跟人家录音嘛，你用 Evernote 上面的手机就可以把录音录下来，是不是就有一段？好，我们关掉，假设通通把它关掉好了。这时候我们回到家里面就可以看一下我们刚刚 data collecting 这个 notes 打开之后，是不是有一个档案？有没有档案？有这个是什么档？什么格式的？哦、对对对。WAV 音乐档。对，是音乐档。一个是那个图案档。好，听到了。我们现在在 Evernote 的。哇，真的就这样子。好，我现在录了十秒钟。所以我们出去就可以把照片照下来，声音录下来，网站资料抓一抓，笔记打一打。
这是不是就一个很完整的资料？啊，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可以随时来使用。啊，假设各位可以看到，我们刚刚除了录音之外，还有一个网页，有没有？对。就直接点这网页。看。它就直接带我们到哪边？就 cruise 那个 princess 什么的 cruise 的。对，所以我们现在建了第一个是 traveling 的 to do list， 对不对？ Mexico， 刚刚那 title 是什么？ Mexico cruise 嘛。那我们第二个就叫做 data collecting， 有没有？嗯。当然，这个是一个清单，可是这边是我们去收集了很多资料，放在这个 note 里面。嗯。我们刚刚有做一个 demo， 我们收集了什么资料？收集的就是这个。来，苏西。嗯。刚刚这个 notes 里面放了什么样的资料？那个照片。照片，对，还有嘞。网站。还有什么？他的网站。网站。对，网页的资料，对不对？网页的连接，有没有？录音的资料。还有什么？录音。录音的资料，还有文字的资料。嗯。是不是很多？你想到的东西都可以放在其中一个。为什么我们要做那么多样？就是说表示它的功能非常强，你可以去收集各种资料放在这个笔记里面。下次你去做计划的时候，你就把这个 data collecting 打开看看里面有什么东西。好，我们再来想一想看，刚刚我们用什么工具来做收集资料？用 Evernote 嘛。我们是不是建了一个 notebook？ 在这个 notebook 底下，我们建了很多，有没有？很多 notebook 这里面建了一个 notes， 两个 notes， 三个 notes， 有没有？这个 notes 里面就放了很多的资料在里面，而且都是各种各样的资料，有没有？啊，所以我们就可以利用这个工具来帮我们收集很多资料，然后以后我们就会接下去讲。如果你要找某一个资料，你直接用 search 关键字去打进去，它马上就找出来。好，那我们再问一下 Grace， 接下来就要做什么？啊？你的 Evernote 做完没？我这样算做没有吧？做了一半嘛，对不对？对。所以你回去以后，啊，回去以后我们就继续来练习这个部分，好不好？那我们今天啊。我们还是要回去你的 Google 控看一下那个剪贴簿那个问题，等一下我们先来看一下，哦啊那个那个，好不好？那我们等一下各位还是要继续练习，我们先在这边给各位做一个示范，先到这边，好吧？